重修，就是梦见天花板上掉下很多的虫子，满地都是，后来来了一家人帮他把这些虫子收集起来放生了。他想请问，虫子这个是代表麻烦，那把虫子放生了还会有很多麻烦吗？虫子放生了好一点，麻烦最后没有了。哦，最后没有了、嗯、好的好的。因为他前几天摔了一跤，就是是不是这个369关节已过？对了对了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